请剪彩。请站剪哦，等一下啊，先看这边，哇！大家请掌声鼓励李成敏浩。情的掌声来恭请我们的创会长黄岳虽老师来为我们致辞。啊，我头拄仔坐伫咱阮个大家长、大亲长、大亲长个边个时阵，看到头拄仔遐个影片，目流塞。因为呢，大亲长我足大个鼓励吼，但是伫遮我袂讲，我个经过以前，我想要感谢一位头拄仔袂记即介绍。会足重要的来宾，就是前苏焕智市长夫人，郭老师，请大家好。这间呢，这个马二甲之家呢，历经了四个部长，为张鹏啊，部长，我就去台讲啦，到民进党执政的三个部长，哦，李正宪。大概叫做苏家权，大概李毅啊。我的政府给我的2000万补助金，2000多万补助金是在李毅阳的手中拨下来。地方经过陈唐山管定、苏焕智管定、来现任的大市长，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是民间的力量赢过政府的力量，而且。我嘛特别要感谢，虽然讲会进步，因为政党的关系，今仔日进步长也无人要落来，哦，啊，做儿童局的局长也无人要落来，哦，啊，但是陈祖密有来，吼，啊，但是陈祖密伫遮，我感觉伊是我看过上好一个公务人员，超越党派，全力相挺。陈祖密，拜托你代表大家多落去。阿伯啊，若讲有机会，偌真要做总统。我一定甲伊推荐，因为迄个时阵我可能是副总统。因为呢，实在是太辛苦哦。各位若知影讲，我差不多安尼坐高铁，啊，甲看一块地，一块地才发现讲是麒麟地，有一块麒麟地是苏以伟，我爱去甲因家族去讲，啊，三房头啊，五房头啦，恁一房头唔对，我着去遐说吼，啊，说服了。这个土地的价钱，给他讲一摆，才一块仔尔，伊也无爱管出来。啊，刷落去国外，我着去跟伊国外去拜托，然后再来价钱讲好势，你签约啊，这个变卦，啊，这有诶无啊，这个准备，有诶，咱这个调解委员会啥物种种来斗相共。所以伫这個过程中，啊，以后好不容易通过，我水利局要过来提讲，讲为着要建大台，一块咱诶地去敲着，所以敲着，迄块地着去挂互伊。啊，堆挂好水泥桥，刚刚要测量迄块堆，我着等伊三五个月。啊，测量好啊，着去开始去甲土地，搁摕去登记，搁开始搁再定位图，着搁顶下去拍一摆。吼，啊，才无偌久，哦，刷落去环保局来啊，讲无啥物问题啊，啊，啥物啥物，着拢总安尼加起来，我家己印象会中着超过200几撮，会拢伫遮咧行。啊，每行一撮吼，所以各位。每行一撮，我是将来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想讲，我要许愿来去这个时阵，但忽然间，一撮新老病院会起在台下，基督教中路教会新老病院会啊，新老病院的总监、董事长遐拢遐在在老人卖讲，但是因的总监柯天恒牧师，既然是我的好朋友，啊，伊阁是诗人，伊是伫美丽做事件，咧做礼拜就互掠起来。所以我才讲，恁真正讲这是主的恩赐，因为呢，你要做这個，所以阮新老病院以后所有的囡仔产检啊，甲生产，阮家到家无十分钟，所有阮拢甲你包起。所以我着甲你讲，哇，真安慰。所以我敢讲，有一天，那所以因为我会去洗礼，是因为受着感动啦，或是主的恩典。是讲我常常咧人测个目标的人，唔知。做咩生活，我是唔知啦。所以，
我就讲这个经过哦，是因为当时我设这基金的时候，受到足侪批评，包括阮妇院的姊妹也嘛讲替我烦恼，就讲啊，你创这基金的是咧鼓励人离婚啊。我讲无人结婚是为着离婚，嘛无人离婚是为着要酒馆，而且呢。20年前呢，台湾的社会对两性还阁有歧视。咱所有女权的权威甲先锋的女副总统伫遮，伊上知影看伊家己本身所经历是偌济委屈甲辛苦。到今仔日，我还阁感觉当台湾人头有真正一个台湾的真正的女总统，非她莫属啦。所以呢，迄阵的社会甲查某人离婚的查某人当作歹查某，西安的查某当作是歹命查某，把未婚生子的查某当作嚣查某，吼、哦，这对我来讲，下久袂轮去查某，我若无出来是贪钱的，所以我就开始一定爱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来改变刻板错误的印象。啊，所以我才讲一句讲，社会的结构在改变，家庭的成员改变，并不代表追求幸福的本质。要不能成英豪，我才决定成立这个。单亲儿童，我就要基金会，但足侪人问我看，是安怎要创一个国际？因为我认为讲，台湾受中共的打压，情势会越来越危险，国际愈来愈无受重视。将来台湾人要在国际受重视，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个人优越的表现，一个就是 NGO 非营利组织。所以我原来是甲起一块厝同款，起只下大院，我甲偌市长讲，市长啊，你来甲我砸一块。有一天，因为咱要把国际所有为台湾发起成立一个国际的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全世界拢维寻，我们就拿这个发起国的名义，我们把这个非营利组织加入联合国。所以，提醒大家，我这是在我的愿望。啊，各位，这个土地是甲国有财产局做的，这个地上物是。我甲好朋友甲坐坐在坐，你的募款才会当成就，甲政府补助一部分的补助哦。陈祖铭，你能受气？吼、哦，你梦想家乌白跳2亿2亿，恁做嘛不干安尼2000万，好像撩人啊！我讲过两遍，不是做嘛歹势，就本人这么辛苦，本心难改。伫遮咧啊，请。黄宗生先生，快跳起来，我大家给掌声鼓励。黄宗生先生是一个在台湾可能不是最大的设计公司，伊是一个好主，是一个有钱的人，佮是做轻巧的人。伫伊身上，我定定爱情讲，轻巧的做犯规，我这个慷慨就爱容批啊。但是因妈妈。是一个足好雅、足有房地产，但足自闭的老外人，但是非常廉洁。他到我们基金会来观当义工，刻意来当义工，观察我足足一年，跟他的儿子说，他走过这么多公益团体，黄月虽是可以支持。啊，在基金协会当中，我给他强调，要特别，咱直接重生厅开幕，用伊的名，因为呢，我甲伊讲重生。我若要来去一个这为阮妈妈庇护中心收容这为阮妈妈甲弃婴的话，你要甲我斗三工，伊讲好啊，这好代志，你若出偌济，我打你100万，吼、哦，啊伊想讲意外盈利大概是100万了不起啊，我欠钱，甲国策顾问，甲我所有的版权，甲我所有当欠的就对啊，拢甲提出来先，我讲重申，我只有1500万，伊全讲去。但是呢，伊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各位，为什么来掌声鼓励？伊煞卖一块土地1600万，给我赞助。这是政府做袂到，大家都做袂到，但伊做到。所以我讲重申，我无什么通回报，只有这个国际厅、重申厅，或者女孩子们重申有你的名。啊，当然有存在在做。参一讲阿星将连昆明遮台湾俱乐部，规工婚姻姐，规工在咧甲阮替阮讲讲课。啊，阮先今仔日去用一台游览车，甲台北的人载来到这来遮。啊，等下我讲一讲，你们今天所看的家具，全部都是借的。我们还没有开办会，啊，中央听讲也无要办开办会给阮。
所以拢互恁借坐尔，小弟阮明仔载现啊。啊，若讲我是上计得的，若袂，我会当带恁倒去恁兜。啊，出了拢无，但是不管安怎，路是人行出来。既然无，完全头拄仔恁看到这图片，啥物拢无，尤其八八风灾的时阵，我是真正头一摆祈祷讲主啊，如果真正有上帝的话，请你唔通让我起唔起。所以在这款的哎，拢无可求救的情况下，国民党把我当敌人，民进党把我当坏人，共产党不把我当人。在这款的情况下，我要安怎完成我的梦？啊，就是毅力、勇气啊！因为我的头前有一个吕秀莲副总统，给我做 model， 所以我从来不放弃。所以今天你各位，若介绍无对的，恁拢唔通生气，因为恁拢有感官，参照男性。陈其迈的妈妈透过她的关系去跟男性的这个影界团体，这个最优秀的女性团体之一，因妈熊也不分党派，马上找到外困境，叫我去演干掉，他们就100万帮我们，一个我们。那像林涵龙还有王琼这些，都是巨额长期的捐款者，啊，在浙江，包括他做个洗红包给我，啊，因为我讲有需要回收的物件。各位，我大家讲，千万不要给我们回收资源，请给我现金，我只缺现金，其他不缺哦。所以都在医院都不能上啊，我家破东西，他叫我来拿，所以也不能来追。所以各位，你看，这个是大地，台湾的环境多好，你的前头就是白鹭鸶，你进来的左手边就是斑鸠，我们的后花园就是麻雀，所以我们打行都没了。叫我塞一堆啦，哦，所以请你唔通给我任何回收，只给我现金，拜托拜托，感谢各位，多谢。